就在今天 KPL 王者荣耀官方公布2022 KPL 春季赛大名单通知，首先就是 AG 超狼会排在第一位，选手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，主教练也是确定为张角教练，不知道有没有眼镜的小伙伴发现少了一个人，这难道是孟老师要、啊